主料：红萝卜500克，油焗生菜300克。辅料：甜面酱一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有机红萝卜一根，如果有有机黄瓜就更棒了。我们看到的黄瓜还没有成熟。生菜泡洗干净，控水备用。准备甜面酱一袋，将萝卜对半切条，生菜控进水分，甜面酱放入小碟子中，用有机蔬菜沾吃甜面酱，有机蔬菜的清甜口感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觉。烹饪技巧：因为生吃一定要清洗干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